你做完看。什么不舒服的动作？哎，就可能这样扭的时候，这样就会痛啊。所以这样就会痛了嘛？对对对，这样就会这个动作就会了嘛？哈。然后你这样压也会啊。压也会嘛？哈。对对对是转啊，哎，转方向，转方向，对，这样会痛吗？对，就里面这里，在那边嘛哈。对。后面玻璃丝哈。OK， 好。现在、哦、不会，不会了吗？就可能有那个拉伸就类型。你说这做这个动作会紧紧的吗？哈。刚刚你那个会觉得不舒服的动作要做完，那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嗯，比较好。又更好嘛，哈，好。